雷锋衣服有频道了，也暂时我们有拍了。之前，因为我那个频道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啊，我的东西好像给人家盗用之后，我要处理了，花时间，所以我就没有拍了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也是好几天没有拍的话，也是花时间去研究这个墨的版本东西了，我去研究完那个东西，然后这边原本是，我原本是男的宿舍是那边吗？之后现在这边也是有个男的宿舍，你看，这边原本是女孩子的吗？然后我手上有一个锤子，你看到吗？欸，我手上有一个锤子啊。然后如果你有发觉到的话，哎呀，你点点了你啊。欸，如果你有留意的话，你看这些他的那个画面和那个刻丝全部东西这样变完这样子这样了，如果你留意一下宿舍，你看它全部那个改装掉了。我操，怎么我听到有音乐声音啊？那里来音乐声音，整个哎呀，你点点啊你啊，整个改装完了懂吗？这个之后呢，如果刚刚你有看，哎呀，吵死了这些！之后如果你有看到，你看这边这么会，突然间下雪这么，你不要来，你可以吗？给他去打他了，我要看谁去跟人家打嘞。想要一次扔扔跟人家打，重打的感觉呢？连这个下雪还有的改天气呢，懂吗？这个游戏啊，我没有留意之前啊，那个不会用啊，就是花时间去研究啊。然后这边我也是改掉，你看极美啊这边，我跑去换他的 skin 啊，他的那个。空间的 skin 啊，这个很美啊，这个很亮一点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比较好看的这个。你这边可以换天气啊，这边放下去。你这边可以换天气，如果你要这个，你这个方向，如果你有看到啊，这个圈圈这个。那你看到吗？现在就换天气了，不用紧，换一个地方给你看了，容易看一点哦。啊，这边，那你看到吗？换天气啊，要几次了？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了啦，连这个圆圈这边呢，跑来跑去的方向了，再压多一次就下雪了。换回去了，我不要在这边了，因为我有东西要做在这边。然后呢？还有很多的mod的版本，我们也去，没有去放。然后这边也是换了，懂吗？我特地跑去换很好看一点的 skin 啊。这是第一个 skin 来了，你卡这么我也不懂了，里面有变吗？问题是没有，这边没有变了，右边没有变了，空间像大一点点这样的，很麻烦的，你懂吗？我进了这边出不去啊，有一个方法可以出去，懂吗？
就是你要这样子弄，之后要这样子啊，要给它死掉啊，给它找一个空间啊。看来是哪里先？麻烦的这个游戏啊，应该是在地图外面有没有猜错的话？不管是哪里哦，应该是在外面有没有猜错？OK 死啊 ！OK 死啊！在地图外面呢、啊，不该，难怪这么突然间这边 spawn 出来啊！然后呢，这个手电筒啊，在哪里的手电筒？不见了！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有棒了吗？僵持和那个棒啊，要压这个 full screen 才可以啊。So the economy's picking up, huh? Well, don't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, I say. 你看原本这边一起的话，就会自动换那个手电筒啊，那个是棒来的。我去更新他的那个 mod 的东西啊，这么有没有帮忙啊？之前好像没有的。有什么呢？喂，我叫你帮他，你请他，这么你踢笑了。你这个店呢、啊？这个店呢、啊？哎呀，掂掂了，你们哪吵死了！哎，你看到吗？之前他抓我的时候，好像动不了嘛，这个棒好像是给他修了，不懂没有修到。傻的，我去打他。哎，这个电啊，其实可以进了嘛？之前给那个制作者第一次还没有。发出来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他们好像 remove 掉了他的那个东西啊，就是原本这个店，哎呀，你点点了你啊，这个店原本可以进那个店，这个店里面有卖那种什么啊，这些炮啊，还有那个火枪啊，也是这边拿的这边。哎呀，他那个制作者这么会拆掉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开暴力的问题是吧？应该是有可能，他的暴应该是开暴力有了他的武器啊。臭哎，很想玩一样东西啊。我要去找一辆车先，因为我很想玩啊，一辆车刚好。不要走嘞，这样会走了吗？什么车呀？反的车！哪里的车走了哟？直接跟着急，撞到我你要死啊！你给我下车！下来了哟。点了。上他的车。我之前他们有看到的资料，我就研究掉怎么上这辆车了，还快过那个做这个模的人呢、啊。哎，这个我们发现很好玩的东西啊，这边呢，我就是把这边的路给封先了嘛，很好玩的玩的。早上这边，哎呀，点点到你了，想车，你封在那个路那边呢、啊，他们就出不去了嘛。你这个路啊，你就，如果你放得好来呀、啊，你设得好了的路啊，他们就出不去了。
国还是两另外两个叫什么，就是阿大们走不出去就可以有了，就可以撤。啊，他们不会跳不用紧，他们不会跳嘛，奇怪的那个特别晚一点点，这样子也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子可以，他们早上就出不去啊。然后这边呢，我要换一辆卡车了，那个瓦沙的车。有两个挖沙的车，这么厉害，少一样东西这样。这个车，这个车很好的车，这个车可以挡整个路。这个老师就过不去了，而且碰到那些人会死，一 hit 就 KO 了。家全部倒了，我全部起不来了。你这个方向啊，你把这个东西路啊封起，封起他们就进不去啊。OK， 这条路应该是算封起来呀，没有猜错啊。对，封起来呀。你这边过不到，要用跳才过得到这边，因为这些他们的那个 bot 很。笨啊，就是，然后这边的车就不见掉了，突然间，我好像又听到有车声这样的，哪里啊？我要找多一辆车，我要封掉那条路。很简单，早上先，天空真的美得可见。那个车那边不用紧，我们找多一辆车，我要封掉那条路，这条路我要封过，玩、好一点方向叫什么？这么这辆车是德斯，你看他的那个，他的车那边，哦、我看的是你儿子开车的人，看错，封得好这个方向，这么车是德斯，奇怪。养的粉不见了。没有，我很喜欢玩这个东西。养养派对，傻的。看，特地跑去找另外一个锁黑的，就可以了。等那个时间到了，怎么换时间了？救不了啊！那个换个时间，换不忘，你救不到。我下课了，该有人了，外面是啊，有人了，有点。你想玩这个东西吗？一直过，多多人呢、整个人那边撒野。他会跑去打另外一个人，很好玩什么游戏啊？一个中，你看到吗？我很喜欢玩这个东西，全部打自己的手，还有这个很烦，你这个要打死他，成这个。
滑呢，你进不进来，首先你是不是进去了。你啥的这个爆弹还那个不会跳了嘛，所以我很喜欢，我就跑去演想啊，把眼给点掉了，我就跑去想啊，把这条路封，就是特地去找一辆车啊，特地找一辆车就封掉那条路，那条路之后我再找一辆车封掉这边的路，反正那个就是封掉给老师来了，除非老师 spawn 出来，我就不要抢了。现在没有人了，我要等差不多一个时间，很多人的时候，应该是下课的时候了。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， 养派对，养派对，继续传 ，share your love， 去分享你的爱情去。派红包给你啊，吵死了你！你要凯宁这么呢？跟你凯宁呢？这个每次 spawn 出来这边这么鬼的弄，火一直 spawn 这边。没有，还没有下课。下课很久，我整天都在思想我崩溃了。下课。这本来是没有人这边。够人了，准备这个方向。哎呀，怎么那个坐的方向也坐不对这样的吗？你看那个，啊，传他去打他，去打他。全部起床，全部起床，传。吵死人，讲多点，全部给你们整成羊，洗澡洗整天了，跟你讲。狗人男的这边，男的死一样，没有人的这边。这边开始很多人了，这边很好玩了，越多人了啊，传，哇，蹦极好玩了，养就是哇，继续玩啊，追要去打，继续玩转来转去，才会有人出来的。快！啊！去打！啊！去打！养的本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弄一个人养的话，很像传来传去的话，就
弄了另外一个人的话啊，就是跑去打那个人了，很好玩的。我就是特地封了这条路，不要赶不出去，就是这样了。现在很少人，我找一个。欠我。